我们带来今天我们甲子叮咚大队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转吧，七彩霓虹灯》。哦，看那七彩霓虹灯，它的发明者是爱迪生吗？我们都带来这首《转吧，七彩霓虹灯》。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天花板总是有许多许多数不完的彩虹灯，红色，紫色，蓝色，灰色，绿色，白色，黑色，黄色，头顶上总是有许多许多颜色的彩虹灯。同学一起来啦，转吧转吧，让我看透这一个人生，让那没有答案的疑问统统掉进雨后的深坑。转吧转吧，流汗的人们，忘了忧愁和烦闷，随着那转到的歌声，认真还彩色的人生。管他谁是爱迪生，各位转甲子叮咚大乐队，狮子王。
小蔡，谢谢小易。希望各位同学成功。